Hello，你要小麦哦。可以，我觉得摇臂棒真的假的？法师快，法师快点，快点，在那里。我好感动。我可以不想，我可以不要讲吗？嗯，好吧。我的铁钉哪来啊？怎么了、啊？我的铁钉啊！怎么铁钉啊？玩我！我靠！要把中间打个气。要把中间打个气。玩我！玩我！花木逐月，我现在要去逐日喽。我先种一种。他要把那打个鸡巴了。法师，你怎么可以笑？你为什么可以笑那么开心啊？哦，明明就小麦黑啊。这个是来不及啊。等一下，我讲看你的时候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也没有食物啊，食物嘞。我们也就一丁点就了，要把冬天打个鸡巴。我刚刚本来身上根本不愁吃穿，好不好？你怪谁呀、啊？我刚是你呀、啊，就你呀、啊！后悔，气炸！他生气气。我刚身上一堆红萝卜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全部丢下去，不拿出来种，就一个人吃。我来不及种。你屁！你根本怎么？你根本就只是顾着看着冲出来了。他好生气哦，他好可怜啊。他气死了。姚人看起来清纯好看多了，真的假的？哇塞，你们这样我会很开心哎。你不是很生气吗？在那边？不是、啊，因为他们一直说那个、啊嗯，说那个屁话。对啊。好啦，你就当他们在讲屁话、啊。嗯，对啊，一个哎、欸，对，水牛跑过来踩我的田。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兔子你要把 PVP 关掉啊？干嘛、啊？想打人呢、哦？这样不是废话，我要鞭死你们两个。原因我关了。我没有，我刚我没有调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调。哎、欸，所以快跑啊！他现在在开啊。哦，我可能之前有关过。这个伺服器前开前一个地图的时候有关，跟谁我没有，就做地图的那个啊，做地图谁跟我弟，谁弟兔弟，他现在在考会考，呵呵，兔弟是兔满地的缩写吗？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，对啊，不敢相信他已经年纪这么大了啊！你弟才刚刚会考而已啊，就在我心目中他也是小屁孩啊。我妹已经高二了，所以你弟比我妹还小哎。我天哪、啊，姚妹妹，姚微胖讨喜哎、欸，我有很胖吗？我有很胖吗？有，我很胖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简明型的，我再说了。哎、欸，张三，真的假的？原来我在你们心目中是胖子哦、喔。难过吗？对啊，他妹很大。Oh my god！ 被扛高。要不理我，这是什么水坝？这水坝是不是？还是什么瀑布？什么水坝瀑布啦？我觉得我快到了、欸，可是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幸福？你还在逐？我在逐日啊！人要有梦想，好不好？屁啦！我刚刚梦想全部被一个地心引力毁掉了。活该！还在生气气？废话！我气死了！我刚刚身上不愁吃穿，你可以想象一个富翁突然在路边乞讨吗？很正常啊，那是岩浆吗？还是不是？这是现实。反正很快，还没收光。至少有闪光，我靠！看起来像岩浆快，对啊。至少有闪光啊。那是因为你们太那个了，你们太计较有没有女朋友这件事了。如果你们抛开这件事，你会发现你还有很多事可以做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你真的交女朋友之后，你会发现很多事不一样，你会失去很多时间，你会失去一些，你会失去一些自由，你有很多事情不能做。我讲真的、啊，你还是很高兴啊，你不喜欢？我讲真的、啊，我讲真的，不然你自己问兔子。那你高兴吗？那你高兴吗？我高兴啊。对嘛，那就好了。不是啊，可是你真的会失去一些时间。那你高兴吗？你有很多事不能自己一个人做。高兴吗？法师，你觉得这个要上去上面吗？我眼睛好痛哦。那个是岩浆块吧？对啊。我居然快要底了。看来眼睛好痛哦。对啊，超级问号的岩浆块过去会不会被烫到啊？姚，你第一次在哪里？我说清水北车外面啊。哎、欸，不是第一次哦、喔，第一次我也忘记了、欸。天哪、啊，太久以前了，好像是在一间百货里面吧。
放了。百货？为什么在百货？我不敢过去。碰一下。有女友后，右手天天跟我抱怨。对啊，就是那种概念啊。惨了，这边只有法师单身，帮法师 QQ。欸，有人说只有你单身，他帮你 QQ。很好啊。你要感谢他啊。关我屁事哦。踩他才会痛哦，是哦。滚。我的铁金球不见了。工具不要这样呛人啊。哇塞，你看你看你看，你的是在骂我。可不可以自己捞水然后喷上去啊？会怎样？你看你的是在骂我，你的是在骂我。不是，我想去捞个水，然后他们直接不理我，他们直接不理我，哦哦，太扯了吧，太扯了吧？怎么样？生气气哦？怎么说？我错过什么？要我错过什么了？啊？怎么我错过什么了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走啊？有够危险的啦！怎样？啊，啊那就我原本下来的洞啊。啊，不是你怎么下去的？瞬间移动吧。对啊，就是这样下来的。根本没路下去，好不好？你有水吗？老师，你要装水吗？没有啦，我就要去装啊。水好多，好烦哦。看什么？看蓝色。哦。你这个小麦，你这个小麦是不是有瑕疵啊？都不会长啊。就人家手贱，那个脚去踩一踩。我哪里踩？在那边跳跳跳。明明都是你们，好不好？就有一个生气，就把东西全部破坏掉。照的孽还要我来承担呢。就有生气，全部都是我的错的样子。大腿断裂，好痛。啊！你看，你要是观众还会笑我啊。你是很好笑。大腿断裂。哎、欸，小心要被冲歪哈。冲歪？哦，你下去了。嗯。我去看。哎、啊欸，这你有办法再捞一桶来吗？再捞一桶水吗？可是我，哦，好，我坐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在岩浆块上面不定时蒸发。我好饿哦，我好饿哦，饿好饿哦，给我食物啦！求我啊！拿来啦！我要啦，给我啦！又没有用了。我怎么丢？哎，两人是人才一块。不然这个啦。那个？那什么？在底下。你丢什么？哦，到底谁家垃圾没开啊？才不要吃臭肉嘞！哎，给你你还嫌臭肉？那、嗯、是你先追你女友，还是她先追你？其实都有哎、欸，一半一半啦。嗯，就是一个互相的概念。对啊，上面什么都没有。你真的在倒水吗？啊、对，也许我们可以聊聊这个，还没到，就是女生主动追男生这件事。不烂，上面什么都没有。上面什么都没有，那我就不去了、啊。好、啊，我就看两个白痴在那边逐日，然后逐到什么都没有。这太阳真的什么鬼都没有吗？里面也不知道上哪里找啊，这么大一块。我要恢复我的荣耀时刻了。我上去我会死掉啊！我恢复我的荣耀时刻了。所以嘞，你们到底在冲啥回啦？这个离开有点困难。你们是怎么下去的啊？这个？你们是直接用水，然后到那条路上哦。对啊。你们很敢哎、欸，这边是虚空哎、欸。没办法。你以为人生这么顺利哦、喔？想干嘛就干嘛、喔。是蛮顺利的、啊。这水灾哦、喔欸。他们真的很敢哎、欸。淹大水喽。今天才跟喜欢的人坦白自己喜欢他，而且还是他本人逼问才说，哎、欸，好甜蜜哦、喔，有点脸红心跳了。啊，结果嘞？什么对，重点是对，结果嘞、欸，不对啊，这样子应该是两情相悦了吧？你确定？对啊，面对现实好吗？超强、欸，人家观众开开心心跟你讲，你再回人家，你呛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一块到底是多大啊？我不想知道。那它好厚哦。我不想知道。然后怎么办？我们要逐日失败吗？我不想知道，逐日逐到了，然后完全不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。电有夸父当初没追到，所以那个日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就对了，没有很深入。可是那我们去打中介龙吧。结果他什么答复都没有给，不然穷追不舍。挖进去，我这个挖了真的没问题吗？很难出来、啊。因为你按秀的头，因为你按秀，哎、欸、不对，你从平行的挖进去好了。平行的，它会不会流出来啊？谁流啊？我就静静看着他们两个装逼。哎、欸，我会不会踩下去死掉啊？可能会哦。我怕。
好可怜哦，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？没有就赶快回来了啦。真的假的？里面到底有没有东？哎、欸，这个不是叫你们分类吗？你们是有没有点逻辑啊？有感觉吗？我觉得我会直接挖穿哎、欸，我现在 shift 完全不敢放哎、欸。好吧，感觉不错。对了，我们就来看着他装逼吧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？有比较暗的地方。啊，我们其实可以多打一些树啦，然后把那个叫什么？我们看有没有办法打那个金苹果、哦。你看，你观众都在骂我、啊。被读不回，没关系，现在可以再考虑嘛。对啊，好可怕哦！我想要回去了。你不敢。看，有观众说你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你还有病。哎、欸，嘴到爆哎、欸！这里超可怕的哎、欸！我平常是这样教你们嘴人家的吗？奇怪，怕怕的。我要等苹果啦，然后我想要有那个金苹果，然后再去打中介龙比较保险。不会吧？不会真的是一次直播就完结吧？这个这样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嘞，这个地方。嗯、啊，所以我们去打中介龙吧，走，我们三个就这样过去。那什么鬼都没有这样。对，然后死着回来。在哪里找啊？不是，重点是为什么这张地图都没有怪啦？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刚刚法师有开那个啦。啊，为什么都没有怪？你开的比较臭是不是？放方块会有岩浆流出来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流出来？我只等一下，我只是重复你讲话，为什么你不理我？不会啊，你很好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原来飞机在这边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原来飞机在这哎、欸，我都不知道哎、欸。飞机？我都不知道那个是飞机。安南南南。妖怎么不附魔？我刚刚……算了。伤心往事。I'm tired of saying my my 过去要怎么讲？网路告白太北七了。网路告白，哎、欸，对，跟各位男性朋友们讲一下，女性啊比较在意，女性比较在意真实。别冲我笑。女性比较。女性比较在意、欸，你先阻止那个女性好吗？所以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告白。屁好，他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阻止他！直接冲他笑。各位男性观众们，千万不要用网络来告白，因为女性比较在乎真实。因为女性是网上抓北京。你用网络会让他们觉得很不真实、虚幻，然后他们可能就不会答应了。这个我当初跟一股讨论过，他说女生几乎都是这样子的，没有例外。他不会流啊，他不会流出来啊。看你有病哎、欸，这个材料就会痛哎、欸，你在那边乱放。我关注他了。你关注他？干嘛？出不来，他出不来。我要再挖一条，我要找矿物啦！不是说好要找矿物的吗？我怎么看就认识了？祝你出来。祝你出来了。干嘛？生气气啊？网路上是比较说得出来没错啊，可是就是因为容易，所以女生不会觉得你在努力啊，你要努力让他们看到啊。你女的、啊。你要让他们努力看到你在克服你自己心里的恐惧啊，不然你很容易，你很容易就，等一下，你很容易就说出来，你就会让他们觉得告白很廉价不值钱啦，那他们总会珍惜你的告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兔子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你们这些女人，哦。抱歉，对不起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你耶。没有，你要回答我。对啊，我们女人就是这样。嗯，都给你说。好姐妹，都你说就好。好姐妹，哪有？你就给我承认哦，你。不是，是关我灯啊！你在玩那个夜光闪亮亮复仇鬼吗？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他一直在那边把我堵起来啊！烦死了！你不要穿着你的那一双大皮靴在那边乱跑啦！大皮靴，你妈的大皮靴！我怎么？我只能写一封5000字的告白书了。放心啦，我跟你讲，当初我……我不知道，别问我。当初我曾经写了2500字的书去骂人，然后没屁用。收起来，把你的脏东西收起来啦！兔子，我的火把会那个，来看来看，我的火把会喷掉。蟋蟀包会不会出来？好吗？你说什么的？蟋蟀，
计算不出来。我第一段以为是两情相悦的感情，没关系啦。那个，我想其实感情这种东西啊，感情这种东西就很像那个喝水有没有？你需要它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渴望；可是你不需要它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是多余的。啊？快蟋蟀咯，对啊，关蟋蟀。蟋蟀怎么不出来啊？谁理你啊？挖矿比较重要啦。出来啊，蟋蟀。收起啊！我等下火把会被冲掉啊！捡回来啊！哎，他很生气，真的。我就跟他们讲话很累。哎、欸，拿错！我就拿火把在敲石头、欸，哎。大力点就敲坏了。走开啦！岩浆可是水不可或缺，是没错啊。可是对啊，是不可或缺没错，但是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态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现在，就这样。好好的啊，就自己的事情也可以做，然后也有一段感情在，这样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用说真的一定要时时刻刻处在一起干嘛之类的。会吗？对啊，我就是觉得感情这种东西就真的像喝水一样啊。啊？啊？你想要就去。有人说什么没有当面告白的勇气？哎、欸，我当初跟一谷告白的时候，我也不敢，好不好？我还先把他带回家才告白、欸。哎，啊哈！你知道吗？你想说失败了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意思是在自己家舒适圈哪、啊，舒适圈比较可以发挥。你想说失败了就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你不要把我想成那样子好不好，先生？你现在有几百个观众在听，你不要在那边害我。你就要讲屁话。你我一直以为女生都是很文静那一种，直到我看到屁、啊、那我要给她带回家告白的啦。我怎么要跟你回家、啊？我意思是在我的舒适圈，我比较好发挥。不是，为什么他会跟你回家、啊？对啊，为什么他会跟你回家、啊？你们两个根本关你们屁事哦，奇怪。不是你们根本他还没告白表，你没告白表示你们两个还不是啊？啊，我他跟你回家？对啊。啊？不是，可是没有啦，不是你想那样子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只是就是找朋友到家里来玩那种想法而已，我没有太多邪念 ，OK？ 各位女性，你们小心哈，你们下次去他家看，你不要，我跟你说过，有几百个人在听，你不要害我啦！你们去他家，你们就要被他告白了，你们小心哈。不是啊、现在要做什么？没有，我刚刚明明说只是在舒适圈比较好发挥哦。我要找我的，你们来帮我找我的铁矿啦！天哪，好久没看。来帮我找我的铁矿，来帮我找我的铁矿。那你帮我看我聊天室。赶快找装备，然后我们去打中介啦。在哪里？中介在哪？我也不知道那个传送门在哪，你要问兔子啊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就只有说。救命啊！我不敢去干爹去了，干我对你们没有兴趣，好不好？救命啊！你第一次来，先睡了，晚安，辛苦啦。救命！我对一股以外的女生没有兴趣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救命啊！怎么就突然觉得一股好可怜？干什么东西啊？救命啊！法师，你在喊什么？你被怎么了吗？蛋囊啊！我在喊救命！你被怎么了吗？我被困住了。你为什么被困住了？一股不可抗力，抗你老木啦！我被这股神秘的力量给束缚住了。到底在干嘛？救命！法师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为什么有洞？这个洞怎样？我被束缚了，看起来不像人挖的、啊。法师，你可以说一下你在哪里吗？你刚在我面前走过去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我没注意到哎、欸。我已经走入了陷阱。哎、哪里呀、啊？有地洞哎、欸，有地洞哎、欸，有地洞哎、欸。哪里呀、啊？你前面，你左边，你不是那里，你后面，哪里？那是前面。哎、欸，有人说女性智障起来，你右边比男生还可怕。你左边，然后嘞？你右边，哪里？你左边，你这是可以，现在可以让我往我这个方向前进啊！你右边，你左边，你停，你干嘛、啊？他是左右左右才能前进的那种东西，是不是？你左边，左边，对。啊，在左边，左边，对，然后嘞？如果当面告白被拒绝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捡到一个稿子，他怎么这么发现我？你是被束，
你真的很会躲哎、欸！我被束缚了，树长大，然后你就……对啊，刚好就被吃。我大概不用过去看情况，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过来，来出来出来出来，换我来指引你。不要，我不要。往左边，往左边。谁理你啊？为什么你看得到、欸？你在这边看得到、啊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理你，我不要理你。听我的一句话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做，我要做我的事，我要做我的事。不玩了，不玩，开台不配合了，这样玩什么？谁理你啊？谁理你？你就要叫我做那种、啊。等一下啦，那你等我把事做完。我已经等很久了。你等多久？我从刚刚那个家伙蛇形走过来。哪里？兔子他在哪里？左右边，你的前面。左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我得救了。真的是北七放水哎！我得救了。啊，有领到合作伙伴验证徽章，有啊有啊，你那打字给你看，有前面有勾，前面有勾。电池。我是说有勾，不是有勾哦。你是攻三回。好了，我要继续找我的。你在讲什么？我要找那原本就该属于我的装备了。氪金。其实告白后最怕不是不喜欢自己，然后对，真的最怕的不是对方不喜欢自己，就是怕之后会很尴尬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对。啊，被拒绝又没什么，我告白也失败过啊。你是觉得我告白是一定成功，是不是？你告谁白？我看你屁事哦，奇怪、欸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每个人都有一段过去，好不好？人不轻狂枉少年嘛，对不对？天哪！天哪！不是我意思，我意思是大家都有一段过去，不用因为这种事大惊小怪，好不好？没有什么。那、啊、你在没有什么？我要继续往下，我要找告白气球，硬要哎、欸，我那时候告白气球、那個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找装备，然后去打中介龙啦。你真的要这一集就打完了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下一集啦。对啊，下一集啊，可以啊，差不多了啦，没问题啊。结果后来我就在这边挖矿啊，这样我要做一点有趣味性的东西来当结尾，我要做一点有趣味性的东西当结尾，不然他们都觉得我在挖矿而已。时间差不多喽，来来啊，我要做一件比较趣味的事情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各位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兔子，你可不可以跟我去一个地方？你要干嘛？不是，就是刚刚那个我掉下去那间房间。然后嘞？你过来一下，你就过来就对我那么多。啊？我说过来过来，刚刚我摔下去那间房子。那你怎么走啊？看你妈嘞！好像是凶巴巴。我还不先把你，其实不太可能啊。意思我，其实你妈的大头。他超凶的哎。完完，可能会我们要减一了。你想干嘛？干嘛？为什么我感受到我身边的氛围不太一样了呢？你在跟我讲什么？我只是我要放个东西耶，准你放了，他会溺死，他会溺死，救他！在哪里、啊？他要溺死了，他要溺死了，白痴！啊，他里面藏魔，他很，你很会嘛，你很会，你就给我溺在这边，你就给我溺在这边，哎呦，很强哦，这个很强哦，魔气不怎么，然后里面怎么会破破破的？我是鱼啊，怎样？我在冒泡泡啊，我就还好啊，不就还好？我刚刚已经把东西都放在里面了。奇怪，气死我了！早知道我就捞岩浆回来了。生七七，对我就是七。你没稿子哦？法师读一下，法师读一下。你没稿子哦？没稿子。他挖地底下，他挖地底下。对。你有本事你就给我挖到核心去。奇怪呢，怎么这样的？好了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准备关台喽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从下面开箱啊，从下面开箱哦、喔，超白目。好了，下一次再见啦，各位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我要会考了，加油。那我们下次直播见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不会想会考的，明天就去考啊；不想的，你就你也是得考了。今天主要任务结束了，有人屁股到天上去了。哦，那，瑶，啊，瑶，鹦鹉，现在游戏里面鹦鹉吃饼干会死掉，因为官方说现实鹦鹉不能吃巧克力，怕人家看游戏可以吃，现实给它吃就完蛋了。
对啊，限时是不能吃巧克力，没错。好，反正就说那个做呗。我这边也要关台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虽然不知道今天到底在干嘛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大家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晚安啦。